全林鸡茶王，都是平民走访。哎呀，之前吃的太丰盛，有朋友都怀疑是过得很好啊。啊，我们今天是日常一点，吃普通一点，啊，大家来看看。我朋友，这个就是平民的餐点啊。我们进了这个胡须章，点了一份这个烤鸡腿套餐，非常平民，非常简单，非常日常，200块，各位朋友，200块，好像没有比较便宜哎。这个我们还是吃得到，哇，这个胡须章不明虚传呢。啊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回去了，拿小弟啊。我们先吃，对，按照惯例，先吃卤蛋。到位，非常浓，非常浓厚。哎，加，嗯，非常好吃。嗯，这个饭有个自然的甜味，非常厉害。这个饭只有两分钟，全部就出来了，特级品。而且要丰富，嗯，吃的味道的话，好甜。我们这次把它倒进去了，好，看这厚度，哇，这个胡须章有点厉害。现在应该是比较不会看病啊，就是被改观之类的。鸡肉冻的在它皮，它皮有那个油油的哦。大家都有没见过呀？油油滑滑的，肉感就来了，是啊，里面滑，里面那种肉 Q 肉弹，不正有点卤肉饭，鸡腿怎么做这么好啊？200块箱子的，我们喝下它汤。嗯，这个有些那种古早味的油葱会有点油，有点刺，有点那种不适。可是这个是改良过的、进化过的。有什么意外什么的，终止保养。保有着古早味道，可是那种障碍感、那种不适感解除掉了，你觉得不用吃习惯了？哎，这个外国朋友也可以吃哎。欢迎光临。没有这种，这种是最昂贵的。他不能退。没有关系啊。哦，真的错。这个大。有朋友说啊，过往很帅就是个问题，可是呢，不用这个品牌，不用这个价值有，不用太安心的吃，在这个安全性下，享受到这个。超车功能，真的不能小看。一般讲超过160、180的餐点，就是属于那种豪华大餐的。所以拿到这个卤肉饭店，吃了来买块东西，你会有点这个有必要夸张。可是这是真的有，真的这卤肉饭，不像这种转型的。不是为什么台湾产业的时候不能卖得更贵，就是我们都一直觉得我们是廉价的，我们是普通的，我们是烂的。但是胡一章走出不一样路。他提升自己品牌，提升建立价值，让自己从那种纯吃饱的那种模范店，那种有吃饱的店。提升到真正的美食店，可是我是直接放手，我哥很励志，很美味，很正宗。跟着胡须章跟我们一路成长，感觉我的人生突然就把上面两块完工了，也是有希望的。把上面卡好改下去，改下去磨两块板砖，200元，很值得。